西青姐也会追剧，她追韩剧哎。哦，现在最红的、最喜欢看是哪一部？李敏镐演的啦。哎呦呀，怎李敏镐呢？哎，我都不知呢。我改到欧北浩。那你有没有追洋剧？洋剧也有，洋剧有，也有。洋片呢？洋片。西洋的连续剧。五分钟后。每次都叫人家跳入那个。他讲了，我没有讲。哎呦喂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已经做阿嬷呢，大家即摆拢叫我做阿嬷。我会惊，我会定型，唔知定型。我也想要做美女啊，对不对？下次穿辣一点。穿辣？没有，今麦嘛无穿辣。啊，舒服哦，舒服哦。啊，舒服，舒服就好。要散发福利才对。好啦，反正总是有一天会老啦，多一点。有时候就是大家好，我今天是阿豪，吼、哦，我最近倒来伫咧路上啊，跋倒去，啊去面去高雄晒，一路晒，再等我阿妈电话，我妹知无？哎呦，阿孙，你最近干啥哦，毛毛？陈哥，来，来，阿妈这里，来，萧敬腾姐，阿妈。什么叫敬腾？萧敬腾，阿妈，你妈的得意。啊，你哪知影我伫遮钓鱼？我知你咧爱食沙西米，我着钓遐会哪好？啊，去互你骗。这是中风吧？你共管？为什么要共抢唔着？拢伊有交到坏朋友。坏朋友？坏朋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坏朋友？阿妈，你今嘛？快点，我这个抓出来。不能去，这我儿子。啊！哎，没有，你这你儿子先拿起来放。怀疑他不能提供的苹果。我儿子。对呀，流水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好，第二张。专业的费事。妈妈呢？妈妈变小朋友。你要变小朋友吗？有没有那个第二行有没有依据的？发咪嘞，拉嘞，发咪嘞，哆哆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